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这个地藏三经，地藏王菩萨三经的全部都是显神通的。大家知道地藏说佛说地藏经的时候，不是在人间，在道立天，而且在佛说地藏经的时候没有声闻，没有罗汉，全是大菩萨。从第一品的文殊师利菩萨到第十三品虚空藏菩萨，这是地藏经，此经全是菩萨，没有阿罗汉。佛自戒的是声闻法，我想大家都受过三坛大戒一起受的，菩萨戒跟我说什么？菩萨戒是治的心呐、但是我们在东渡，就在我们这个国度，三坛大戒一起受。那我们所有的四众弟子，有很多的受过菩萨戒的，天天都在犯。菩萨戒我们能吃得了吗？那是心呐、心戒。只要你一起心动念犯戒了，而且我们受的都是十种四十八轻、是报身佛给化身佛说的，在十报庄严图说的，毗卢遮那给千百释迦说的，千百亿释迦又把那菩萨戒给千百亿释迦说的，千百亿释迦下生到人间，各个国都说的菩萨戒。那这位这些我们诸位道友怎么理解？所以佛制戒不许佛弟子以神通示人，这是小乘教义，大乘教义全是菩萨。文殊师利在普五台山经常现神通，所以应该以菩萨心学菩萨法，这是一件事情啊。占卜，但是占察善能业报经，大家从名字上讲好像占卜算卦，不是的了。等我们讲到经文呢，你详细的理解到了，你要拜占察忏才能用占察轮，拜占察忏是拜十方诸佛的，但是你拜占察忏得得到清净轮相。用占察轮的目的，你要得到清净轮相，得到清净轮相了，你才能修二种观道，一时境界二种观道。那你做实相观的时候，观诸法实相的时候，那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占察善那外境，听这个名词好像是一部形象，不是的了，这就错了，从你思想就错了。因为你把占察经听完了就明白了，
要拜十方诸佛，拜十方一切菩萨，拜十方尊法，拜十方界贤圣者，这叫沾茶忏法。你拜你用沾茶轮的时候，等你把经听完了就懂得了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了，不是打卦批八字啊，完全不同。名字叫沾茶，沾茶什么呢？善恶业报。而且说这法的时候，大家前头也听到续犯了一段，简净信菩萨是向佛请求的，说到这个末法的时期，思想非常混乱，众生心呐、非常乱，不知道如何做是好。反正在业障当中嘛，无论你修什么法，成就得少。我说这话不是我随便说的啊，我出家今年80年了，从我耳根听到的，哪位得到，哪位证了果了？这个末法时间简直没有，哎，不见得我这个时期，我们现在这个时期，脑一大师在明末的时候，几百年前，他就想受个比丘戒，他观察南阎菩提，就咱们这个世界，想请五个清净比丘得到比丘戒，办不到，绝对没有。因此他在大藏经里头寻找怎么样能够得到清净戒，才找着善他善恶业报经。在某一大师是他非常严谨的，乃至做学问非常严谨的，他能提倡来算命批八字吗？不会的。而且从某一大师几百年之后，没人提倡沾茶善恶业报经。那弘一法师能继承某一大师弘扬沾茶善恶业报经，因为弘一法某一大师不会做沾茶轮，没这个艺术，还是拿纸啊写成纸鸠来捻鸠。那弘一法师就不通了，他是学艺术的，因为他就做这个那个沾茶轮，19种业报。那19种包括根本无明啊，断无明的是二乘人所知道的吗？不是的，不但不是小乘法，也不是一般的大乘法。这样子呢，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说沾茶善恶业报经。而这次我们信心呐、坚定，坚定不行，得清净信。清净信是不但断了你见思烦恼而断无明。清净菩萨、清净信菩萨是菩萨之中大菩萨，是断了无明的，不是一般的菩萨。因此呢，我做道友学这部沾茶善恶业报经，把它当成菩萨法来学，而且听经的在这法会当中的没有声闻，没有阿罗汉，佛的16大弟子常随众一位都没有，地藏三经里没有阿罗汉，全是大菩萨。因此大家学的时候升起殊胜感，因为在此度弘扬地藏经的最初就有个错误观念，说地藏菩萨是假的，不相信。但是有那么一个九华山，地藏菩萨在唐朝时候现身，不是假的。4大名山是我们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极端尊敬的，对，大家都知道
九二三是地藏王菩萨示现的圣洁，圣洁。在九二三的那个顶山，地藏王菩萨是拜华严经的，他在那个石头上站的两个脚印还在，我想朝过九二三的都看到了。我很庆幸的，在1931年朝九河山时候，他们那九河山的地藏菩萨塔打开，啊，圆寂那么上千年的老和尚，头发还在长，指甲还在长，60年开塔一次，脚一次，那里头每60年剪的。都一年一年摆到里头的，没人敢动，不许人家拿。但你剪的时候，把这个剪刀，所以那绞丝刀的剪刀，修理的那些个，拿出来换一套新的给你，这是我亲自看见的。我是1931年，反到1991年我又去了，不开了。不许再开了，那就封死了。哎，这个都是事实，但是这是地藏菩萨的化身，就是化身。在此经时候，坚净菩萨请示佛的时候，佛一再赞叹坚净心菩萨。赞叹完了，佛就该说呀，佛没说，就是刚才有的道友问我。说佛自了境界了，不许佛弟子沾着佛像。那佛再给他说沾着法，不适应了。菩萨可以呀，菩萨一样跟他说：“说你请求此会当中，有一菩萨摩诃萨，比张王菩萨。那么在这个会中，大智文殊师利在会啊。”文殊普贤再会啊，佛为什么指定地藏菩萨说？这要大家参啊，我不全跟你们说明白，你们自己参参，什么原因？撂着这么解释一下啊，这解释的目的含义呢，就是绝对殊胜的。此经翻译到东渡来，虽然某一大师弘扬。某一大师并没讲，弘一法师讲没有讲，某一大师做一个沾插注解，那弘一法师做出沾插轮，这沾插轮像19个轮像，是某一大是弘一法师做的，那么弘一法师叫我将来讲，我最初也没有开始没讲。到了美，我跟弘觉法师们到美国去，那讲《大放广佛华严经》，讲这些大经啊，没谁听。我就想起来讲讲沾插善财业报啊，那讲起来缘法很好。就开始回来时候，我们在台湾做的沾插轮像，从台湾开始做的沾插轮像。我开始是从台湾。让王树藩居士在方广做的沾插轮像，那渐渐才普广。我也没讲几多次，因为89年在纽约讲一次，剩下在五台山，98年讲一次，现在呢，他们邀请我在这儿给他讲，今年是2009年了吧，大概隔10年了，每10年讲一次，也仅仅讲3次。这种因缘呢，那就是我自己不晓得啊，反正没有缘是不能成的，因缘生诸法，没那个缘起，你要讲谁听你的？佛法是没人请，不能随便说的，我想讲啥，你想讲什么，有人请你吗？对，大家想想看啊，人家请你